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我都没有活到百岁，我已经经过这么多的变化，所以请问大家觉得比如说爷爷啊一百岁，你最好奇哪一个年代？想问他什么事情？哦，龟脸，你有问题吗？对啊，我觉得满清十大酷刑那是满清时代啊，没有民国出生的吗？不是，因为中间有那个经历点，就是过渡期，所以我在想他会不会经历过这样啦？他说不定是。好，我们来问爷爷一些，你有听说过什么清朝的事吗？清朝的事啊，清朝的事吗？那个我几岁的时候已经民国时。民国六七年了啊，清朝不过那个时候是还没有学校，没有私塾，私塾，私塾。家里面有没有清朝的东西？清都是独立清朝的东西啊，真的吗？都没有，我都是啊，那完全那个都是过去时代的东西啊。啊，有什么嘞？独立四书五经啊，诸子百家都是读的诗词歌赋啊，都是诗词歌赋正读的。哎，都没带来台湾，四书五经啊，没带来，没带在身上。那带来台湾也带不来啊，大爷，带不来，没有了。这些师傅我都见过。师傅你都见过？清朝的师傅，清朝的时候那个，改了民国之后，那些县做县太爷的我见过好几次。县太爷，你见过？好嗨哦！见过县太爷，县里院我就见过两个。哇！我们亲戚都不错，我那我家世也不错的了。哦，那县太爷的家里有那些什么元宝吗？还是什么大洋的？对啊，他都在家，现在没事啦。就摸一摸那个元宝是吗？没有。没有，那爷爷你有听过他们抽鸦片吗？抽鸦片也不是每个人都抽的呀，有钱人家那些老太爷或少爷公子抽鸦片，那抽不起呀，抽不起啦，贵呀。哎，他们要问的问题很多的，小龟，你说日文。戒严的时候，戒严，哪一位戒严？小智，戒严，戒严。嗯，在戒严的时候，怎么样，赵爷爷？戒这抽烟的时候，那时候一两烟头就卖到十块港元，卖十块大洋，十块鸦片，鸦片，鸦片，一两，一两鸦片，一两鸦片，一两鸦片，租这个烟炮，租一百个。不是，爷爷你怎么知道这种黑市的交易？因为什么原因？我家里亲戚一半都会抽大烟呢。哎呦，那时候的十块大洋能买多少米呢？那个时候十块大洋买很多东西。很多。买多少？买房子吗？可以。半分地。半分地。半分地啊！半分地啊！哇塞，那十块大洋只有那么一两。那筹不起啊，一般筹不起，筹不起。瓢虫问一个，感情，爷爷，你有追过女生吗？没有啊。然后有送什么定情物？什么？追女朋友？追女生？哇，对，没追过女朋友。都倒贴，都女生来追你，追我也不要。你问什么原因？什么原因？男生？我在家结婚了。我订婚十岁就订婚了。所以爷爷你到台湾来，请问跟你订婚的女生有来吗？结婚是三四十岁抗战胜利回家结婚。爷爷你有以前的年轻照片吗？照片有带对不对？带一些年轻的照片。以前的照片没有啊？怎么没有啊？那不是啊？那不是吗？这是吗？这是七十多了，已经七十几岁了，七十到，那也是三十年前的照片，这也算是。这个到远观去的时候，哇，有吗？一些以前的照片。哦，这是已经有啊，这张比较，这张可能感觉出就是帅气的感觉。对，也帅。人家媳妇可以看的，帅。好，帅气，你看到没有 ？OK。那你原来的老婆呢？啊。原来的老婆在大陆是吗？老在大陆。后来有没有碰到了呢？有回去有还见。有啊，见到了。七岁的时候结婚。他在去世五年了。哦。也就是。后来有把他接到台湾吗？没有。哦。不会来了。不来。不过来。哦。他只能每天讲话啊。在家里比较老了，就是邻居很多嘛。哦，邻居多，那你跟他见面，我也不能照顾他，我年龄也大了。对，那你那时候回去再看到他的第一眼，你跟他说什么了呢？家里，回去也不认识他。
不认识了。那是二十几岁离开，离30几岁离开，到了70多岁，整个变。哇，变。陈小春也可以不认识。哇。所以其实想问一下赵爷爷的是，您这个一生看过这么多的动乱也好，或者是所谓的生离死别也好，你的人生观是什么？你会告诉这些大学生你的人生观要怎么？我的人生观就是跟别人不大一样，嗯，不大管别人的事情，只管我自己。哦，但谁要找到我做什么事，我能会的绝不去做。嗯，因为我书法写的不错。那全中国只有我会写这个鸟虫书了，那谁给我说我不收费的？鸟什么书？鸟兽书。鸟虫，你没见过这个字？没，来，那个白板跟笔借给。